方式对外的原因，是因为不管是工作或者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介质，那就是纸。有一种感觉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电子商品上面可以感受到，就是触摸这件事情。这就是高厚环保纸，颜色上面啊，就是有一点点黄朴拙的感觉。早期的纸张，因为它没有上太多的化学药剂，所以它纸张放久了就会泛黄这样子。拿去太阳底下，它就会有晒出一个茧套的样子，所以就会变成是个非常自然、无印、不需要用油墨，然后它就会显影的一个东西，就带有一点点历史感跟痕迹。麻将笔记本里面会有一副完整的那个麻将牌，可以自己组装。很多国内的朋友要买送国外的朋友的时候，都会选这个。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媒介，让它变成是一个有趣的资本这样子。